所謂好天食南瓜，秋天食南瓜，乾燥嘅南瓜排到有健脾。今次我哋就揾嚟深野示範創意嘅南瓜食譜，接瓜。今次要介紹嘅咧就係南瓜沙律。南瓜蒸熟壓成蓉，營養師 Thomas 提醒煮嘅時候咧加少少油，先可以釋放出南瓜之中嘅胡蘿蔔素同維他命。Thomas 话：南瓜有丰富嘅胡萝卜素、维他命 A， 青瓜有维他命 C， 洋葱当中嘅蒜素系有益嘅抗氧化营养素。中医师谭利英就话：南瓜入脾胃经，可以温中健脾，帮助人体将毒素排出体外。佢推介几款配南瓜嘅好拍档，第一款系赤小豆，可以帮助利水，迅速咁将人体里边嘅水中毒素排出体外。另外就系虾啦。蝦有壯陽功效，兩樣配合可以醒腦醒神，盡快恢復體力。